听耶和华的人，恁拢着万分歹。伊保护伊圣的百姓的性命，伊拯救因脱离歹人的手。光明是为着义人来陪伴，欢喜是为着正直的人来陪伴。义人啊，恁着因为耶和华来欢喜，纪念伊的圣名来欢乐。阮伫天灵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得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要赦免过犯阮的人，不得传入的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官员、阳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做个三个来祈祷，创造宇宙万米无所不能的阿爸上帝，在过去的生活中有你平安的疼甲保守，在阮的心中，阮来感谢你。成个主日，阮伫遮甲你三见面，接受你稳定满满的祝福，也来领受圣经内丰盛智慧甲知识，来感谢你。祝阿爸天父上帝。在过去的日子的中间，我受到武汉肺炎疫情不断扩散到全世界各地，我知有透过电视新闻、报纸、网络中来报道，造成我人心的惊吓，甚至有风声、风气，甚至呢，有人失去因的性命，有人产生无信任感、甲疏离感。我伫遮有看过大家小巷经济萧条，受到真大影响，遮拢是阮无想要看到的，阮也无想要拄到的。阮只有恳求阮的天父上帝，搁一遍怜悯阮，搁一遍赦免阮，求你疼惜阮、关怀阮、保守阮，搁一遍看顾阮台湾，看顾这个世界地球村，伫这个疫情的中间。有好的药方，有好的医疗方式来顺利进行复健，让危害未当扩大，会当紧紧来复回阮日常生活的正常。阮只有用祈祷来恳求主，让疫情早一日来消灭。阮伫遮搁一遍来感谢你，特别上帝，
今日的敬拜，经过网络伫圣殿伫遮，我要教阮的兄弟姊妹伫空中相见，阮实在真欢喜，搁相见。祝天的上帝，伫这时啊，无论伫上班的，啊有咧读册，啊做生意，准备考试、当兵，身体无爽快，身体欠安的，伫厝咧静养的兄弟姊妹，啊，搁有伫心内忧闷。遇到困境甲逆境的人，啊，拢会当伫这个时阵放下因所有身边的牵绊，来亲近主，来听上帝的话语，也求主的灵时时甲民同在。主啊，我要来听你的话时，求你搁一遍安静我的心，读起我的心思意念，来专心领受主听的恩典甲祝福。通过丹牧师所分享的向黄的因缘，因由伫遮平平，互听的甲讲的拢有得到利益。这是阮将敬拜的时间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求你引带甲带领，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，阿门。啊，这是咱来共读上帝的话，上帝记载圣经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恁若为着好来热心，是自罪危害恁；总是恁若因为义来受苦，就有福气，无得加因的威风，也无得逼迫，独独恁心内掠基督做主，遵伊做圣。既然有人问恁所盼望的因由，就就不时便便用温柔甲敬畏来分数，就剩唔通执别的心，才恁伫倒落一项事受诽谤，就伫迄项事为何遮个无赖，恁踮伫基督个好品行个，家己受见笑。十七节，因为上帝旨意若爱安尼，就恁行好来受苦。比行歹来受苦搁较好，因为基督也一摆为着做受苦，义的体，唔义的，是要带咱到伫上帝。论肉体就受死，论神就得活。伫迄个神也捌去传道理，互家内遮个神就早唔信叹的，当上帝吞论天后伫那阿的日。在陪伴大船的时候，入去里面的人少少，只有八个对水得救。这个关照的洗礼，打也救恁，不是拄起肉体的垃圾，就是唔通责备的良心，向上帝来求，是对耶稣基督告我。二十二节，伊已经去天灵，打伫上帝大兵。这些天使甲有关的、有气力的，降服伊，依上伊，依上我咱照上帝话来行，来受上帝祝福。
各位兄弟平安，毋忙即届是咱最后一届啊，功德先录起来诶，一届礼拜吼，毋忙后礼拜，咱得当伫实体礼拜当来三见面，真正做笑脸大家吼。啊，咱要来亲近上帝话进前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即阵个边，阮伫即款武汉肺炎的威胁下面，阮虽然无法度斗阵做礼拜，啊，毋过阮心犹原结灵做伙。伫即个时阵，阮要来亲近你的话，求你的圣神帮助，互阮通明白，嘛互阮有气力，将所明白的行做出来，成做阮生命一部分。下面的时间，你亲身来引带，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日咱的经文是伫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吼，十三节到二十二节，吼。其实吼，咱来看这一般的批吼，就是彼得前书、后书啊、约翰三书、犹大书，这个在新约红称作是一般书信，吼。啊，是安怎叫伊是一般的批，就是要甲保罗的十三张批来做一个分别，吼，所以保罗书信啊了就是一般的批，吼，保罗的批了一般的批。其实不管是一般的批，吼，一般书信，还是保罗的批，拢有一个差不多同款的结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因拢头前会讲道理、讲教义啊，吼，不只是道理，说教义，吼，讲教义，什么教义？上常讲到的，就是基督论、救赎论，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基督论。啊，后半部就是讲这些批的后半部是写啥？嘛是写道理，是啥物道理？是基督徒过生活的道理。再讲一遍，这些书信的结构，头前的部分，尤其是保罗的较清楚，头前的部分是写教义，基督论。后面的部分是写生活的规劝，就是教是基督徒，你既然是上帝国的百姓，你得安怎过生活，较会当把上对上帝来稳定福气显明出来，让众人看知影恁是跟随耶稣的人。它的结构都很像，前面讲教义，后面讲生活，同款。彼得前书第三章，吼，这嘛是同款，吼。第三章是开始第一节到第八节，讲夫妇，吼，先生甲妇人，丈夫甲妇人，伊要安怎互相对待，吼。啊，一直到第八节开始，去讲到一个受苦为义来受苦的问题，吼。伊先第八节开始先鼓励这兄弟姊妹，鼓励这基督徒，吼，第安那。在同心，在三体贴，在三听亲像兄弟，啊，唔通吼用歹来报答歹，啊，用瑞美啊来报瑞美，吼，反倒转啊，大家来祝福，吼，啊，鼓励这基督徒恁在离开歹，啊来行好，吼，啊，知影耶稣是基督，是上帝囝，是通可通信可的，吼，拢讲这，啊，即马来就进入。十三节，各位兄弟，伊讲恁若是为着好来热心，一罪会害恁。头前伊讲恁唔通惊歹，得离开歹来惊好。啊，即马佮讲一个佮较严重的情形，就是讲恁遮基督徒，恁离开歹来惊好，竟然会因为为着好为着热心，啊，竟然去受害。哦，伊讲，伊开始是问讲，一罪会害恁啊？啊，总是恁呐，因为义来受苦，哎，都有福气呢。嗯，啊，不过伊无讲什么福气哦。你注意看经文，伊无讲哦。伊讲十四节，总是恁呐，因为义来受苦，就会有福气。啊，不过彼得无讲什么福气，但是咧，可能可以做连结。啊，不过为着义来受苦，伫耶稣的教示。咱讲的八福本来就安尼讲嘛，为义受压迫的人有福气，
所以彼得也是把耶稣的话再做重复，可是不过后面其实你看得出来是什么样的福气。我来等一下，我们来连接看看，不得怕他们的威风，也不得背叛，不能让他们怕到了，因为你是怕义，为着义来受苦的，不用怕。独独恁心内的俩基督最主尊义最行，不管什么样的情况，恁爱尊主基督最行。各位兄弟，下面这句我上喜欢注意听。既然有人问恁所仰望的因由，就着不时便便用温柔甲敬畏来分手。哇，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句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有人会来跟你问啦，跟你问啥？因为你为着义受压迫受苦嘛，你为义受逼迫，就是一般人嘛，知影你是受委屈的，吼啊，你是惊好啊去被陷害，受到压迫的，啊你竟然阁会当坚持，阁有好的表现，人甲你问呢，问讲你五万的缘由是啥物货？你盼望的缘由是什么？伊讲吼，彼得讲甲提醒，基督徒恁得爱吼。恁就不时便便，恁就是爱平常时拢爱准备好势啦。不时便便，用温柔跟敬畏的心来分手，要用温柔跟敬畏的心来告诉他们，回答他们。弟兄姐妹，咱来想一个问题啦。咱日常过生活，平常时过生活，读册，做事的做事，上班的上班，坐车的坐车。敢有人会走来跟你问说，某咪人啊，基督徒，你五万的缘由是什么？敢有人来跟你问过？各位，有没有人这样问过你啊？在学校，在公司，在厝边，在捷运电管，还是在什么所在，有人跟你走到你面头前，无论熟悉无熟悉，跟你问说，至于先生、小姐、阿公、阿嬷、弟弟、妹妹，你的五万的缘由是什么？够难，你跟你问，无吧？介少吧？应该是无吧？是安怎无？哦，这是个问题哦。为什么没有？伫遮必得甲因讲，恁遮为义受压迫的人、受苦的人，恁爱抓耶稣基督，哦，是你的主，哦，恁爱坚持。有人会来跟你问，恁五万的缘由是啥物货？恁得放心，恁得不时，恁得爱不时便便，用温柔甲敬畏的心，来甲因讲。看下这，他讲出一个彼得讲出一个很清楚的道理。伫我的解说就是讲，你若要甲人讲耶稣基督，上好是人甲你问啦。因为伊看会出来，你这位基督徒，你这个人，甲一般人无同款。你的信用奇怪，你所相信的迄位神明，甲别人无同款。我想要问看卖啊，来做一个实赛，要接受唔接受另外一回事？唔过我起码有兴趣，因为我看你这个人的表现，你甲其他人无同款。恁甘愿为伊来受苦？你为着你的信用，你尊你主耶稣基督为大，你为着伊，你甘愿付出代价？你这款的人，我看咧奇怪，我要来问看卖啊！你五万的缘由是甚么货？我想说，当基督徒会当做到这个地步，在台湾的社会会当做到这个地步，让人来甲你问讲，你基督徒，台湾的基督徒，你五万的缘由是甚么？已经成了，什么成了？就是团福音已经成。因为咱的性命、咱的生活的方式，已经把福音表现出来啊！已经让人你四周围在会基督徒，让因倾羡，让因看了心头这些羡慕，这想要来怎样？
到底是什么困难，会让恁这群人过甲阮无同款的生活，会让恁这群人尊恁所信的人的生命为大，恁甘愿付出代价。你甲世界一般人无同款，干那要争权夺利，啊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互别人受苦。恁这群人无同款。各位兄弟，什么时阵基督徒会当做到这个地步，和你四周的人来跟你问讲，你到底咧信什么神啊？你这个神明，这我对有趣味，因为恁的表现甲无同款。各位兄弟，其实咱台湾基督徒唔是安尼呢，咱台湾基督徒其实顶多是为着家己的利益，要保护家己的利益去给人，别人受苦。敢有可能有人甲你问讲，台湾基督徒，恁五万个原因是啥物货？人家斥之，人无咧甲咱信道啦。咱的表现是奇怪的，各位兄弟，咱爱反省，咱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彼得伫遮所提醒的是一个足重要的概念。必定不是叫这些基督徒、这些兄弟姊妹，恁吼四界去吼传福音哦，吼恁大家去101新北家哦，哦恁大家去幸福小组，甲人邀来哦，爱互因洗礼哦，吼无无，必定不是在讲这呢，必定在讲的是恁爱有好的行为，恁爱同心三体贴，三听亲像兄弟，恁爱唔通用歹报歹，唔通用瑞骂报瑞骂，吼恁顶多爱祝福，爱离开歹，爱行好。看下这，这彼得伊的提示，就是在基督徒爱活出甲这个世界无同款的性命的款式。到一个地步，有人会甲你问啦，问讲：哎，奇怪，恁这基督徒，恁五万的缘由是啥物？我想要知影呢。彼得讲：你得早爱有准备，爱心爱不时平平，用温柔甲敬畏的心，啊，讲互因听，啊来分数。各位兄弟，你若要传福音，这才是真实的传福音。你若要用讲的来传讲福音，这才是真实的用讲的来传福音。因为伊要听，因为伊已经来给你问啊。因为你的好的性命的款式，吸引这些人来给你问。各位兄弟，这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重点，这是一个关键。什么时候？咱什么时阵？咱基督徒可以转换这个思考，不是在教会，不是搁在什么门徒训练，教这基督徒要安怎去外口诱人，要安怎去外口把人骗来教会，哦，那亲像直销啊，在安尼诱，什么抢救灵魂？不是，你看彼得讲的拢不是这個，其实你看保罗讲的嘛不是这個。好，那咱继续看嘞，彼得重点肯定对。伊讲吼，十六节，着存无通自卑的良心，才令伫打落一项事受诽谤，就伫迄项事为何遐个无偌令踮伫基督的好平好平行而家己受见笑。伊是伫讲啥？伊在强调讲，基督徒，你若有好的品行，你若有好的行做，就算讲你是去用诽谤，诽谤的人，家己会受见笑，因为你是好的。彼得在强调是讲，基督徒，你是好的行做，基督徒，彼得不是在讲你是教传福音的，你是这个有人来教会，不是啦。彼得讲你是伫品行是好的，兼差受到诽谤。顶多诽谤恁的人，家己的在诽谤恁的代志顶面，污辱恁的代志顶面，家己受到见笑。十七，因为上帝旨意，那爱安尼，就令行好来受苦，比行歹来受苦较好。就是讲，上帝的旨意，那是要要基督徒受苦，安尼受苦嘛会比受会比行歹来受苦较好，就是讲，基督徒你得爱行好啦。兼差是行好来受苦嘛，比行歹来受苦较好。渐渐的会回去解释什么叫做恁若为义来受苦是有福气的。
为什么？你去想看嘛，想想看，想看嘛，伊在讲这个情形。你这个基督徒为着义来受苦，受到诽谤，受到侮辱，而且边海人看出讲，你安尼受苦，竟然阁有盼望，竟然对你所信的迄位上帝有坚强的信心，啊，因来接近你，接近你，来问你盼望的缘由。各位兄弟，这件不是大大的福气吗？竟然咱的受苦会乎别人认捌上帝，这敢不是大大的福气吗？咱继续看来要了啊。十八节，因为基督嘛一摆为着罪受苦，彼得很清楚的提耶稣基督成做咱的模样。伊讲基督嘛是一摆为罪受苦，义的替不义的。耶稣基督是无罪，啊，毋过伊是伊这个义人为着不义的人，吼，伊来受苦，伊是要带咱到底上帝。他抓彼得俩，这个是介重要的观念。一个义人，唯一的义人耶稣基督，伊是义的，伊是透过受苦，把不义的人带到上帝面头前。这个叫做传福音啦。咱若要学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彼得这意思是讲，咱若惊义为着义来受苦，唔免烦恼，因为伊讲。这会亲像耶稣基督，咱有一个机会，为着伊来受苦的时阵，咱加深咱的信仰。咱因为咱的好的行为甲品行，互人看到，来甲咱问讲咱五万的缘由，咱用不时便便用敬畏甲温柔的心，甲因讲的时阵，咱嘛是因为惊好来受苦啊。借着安尼，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，这叫做真实的传福音，唔是无代无志走去弄人的门，讲要甲人传福音，唔是无代无志伫路人间围落来，要予人传单啊，要叫人信耶稣，唔是安尼，是基础是你的好品行、好的行做。十八节，因为基督，伊讲。伊个无论论着肉体，基督个肉体受死，耶稣基督受死，啊，毋过论神和这个灵圣灵，伊的话，好一个话过来。爱民十九到二十节是新约圣经内面上恶解说吼，最最新学家、最最学者、新约个学家拢唔知影是伫讲啥物，啊，各位兄弟，我嘛唔知伊伫讲啥，就是讲。在那个神十九节，在那个神也捌去传道理，予家内遐个神，就是早唔信叹的，当上帝吞论天后伫挪亚的日，伫陪伴大船的时，入迄内面的人少少，只有八个对水得救。伊是伫讲啥？这里要解释这段经文，可能有几个原则、几个原则，咱爱聊聊吼。就是讲，这段经文不是在暗示，好像等你死了以后，你的灵魂在一个监狱里面，嘎嘎吼，嘎嘎也行。啊吼，耶稣基督会给你第二个机会，在你嘎嘎宏观，你的灵魂管理嘎嘎嘎嘎的时阵，去甲你传福音，搁一届，吼，搁一届甲你传福音，唔是伫讲这吼，唔是伫讲这。伊讲吼，伫遮十九节，迄个神也捌去传道理，互家内遐个神吼，就是讲耶稣基督割话了后吼，伊个神，耶稣基督灵魂曾经去。传福音给在监狱里面的那些神灵哦。看下这“传福音”之语，伫希腊原文，会当甲翻作是“传福音”，每嘛会当甲翻作是 “proclaim” 宣告、宣告。所以唔是的，即个意思唔是的，传福音和家内遮个神明、神灵，是的。宣告伊已经对世中个话，伊赢过诶。罪的宽
的诠释，耶稣基督赢过死亡，做一个宣告。这里不是传福音的概念。啊，这些加加的形是在讲啥？你若看伊后边的描写，伊可能是在写在挪亚的时代，创世纪的记载有一挂天使，无守伊的本分，甲地上的查某人、妇人人，有亲密怀孕啊，这些妇人人生半神半人。可能是在讲那一段事情、啊、可是各位兄弟，我真正无确定，因为所有的学者对这段无一个共识的解释，吼，加在干那两段，啊，这两段个先对于前后文无介大影响，啊，不过下一个所在，各位兄弟，其实这绝对唔是在讲，当人死了后，伊的灵魂会被关伫一个所在，啊，即马吼耶稣基督的神会去遐甲你传福音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无法度跟你讲是什么意思，可是我可以跟你讲，不是刚刚那个意思。好，来继续二十一节，这个所关照的洗礼，伊讲，即马咱即马这个洗礼，如果是从挪亚方舟、挪亚的大船的迄个事件，和水淹。要用这个事件来比喻洗礼的话，伊讲这个洗礼打马救令，唔是丢弃你肉体的拉萨，就是无通执笔的良心向上帝来求。就是讲，咱大家安尼翻吼会搞不清楚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这个洗礼唔是丢弃咱肉体的拉萨，这个洗礼。是向上帝来求，求什么？求咱无通执笔的良心。你要抓到彼得在讲的是这个无通执笔的良心，佮头前前面讲的令的离开派来行好，唔通用派报派，唔通用瑞美报瑞美，顶多就爱祝福，吼，就是迄个水的品德。这是彼得伊在强调的所在。伊讲这个洗礼不只是除去咱肉体的垃圾，这个洗礼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割我，来向上帝求一项。咱要甲上帝求一项什么？就是迄个无通执笔的良心。各位兄弟，这是彼得看最重要的。好，啊，下面就阁介绍阁讲这个。格外耶稣基督，伊是已经去天里，搭坐伫上帝的大边，啊，遮天使甲有官兵有起来，拢降服伫主耶稣基督。各位兄弟，咱若为头前安尼一路看落来，你会知影彼得伊大经文在强调的，就是基督徒，请你得有好的品行，有好的行罪，得爱当心，得爱三听那亲像兄弟，爱三体贴。啊，若拄到歹的代志，唔通用歹来报歹，唔通用瑞美来报瑞美，顶多反倒转爱祝福，吼，伊唔忙基督徒来离开歹，爱来行好。啊，不只是安尼，就是你有这个精神要行好，啊，煞顶多防诽谤、防污蔑的时阵，为着伊来受压迫的时阵，恁爱警醒。耶稣基督尊主为大，你若安尼坚持的时阵，各位兄弟，彼得咧讲的是讲，有人会来问你，五万的缘由，伊讲这是你福气的所在，因为你行好，你为义受压迫，有人会来甲你问，你五万的缘由。伊讲，彼得来提示讲，咱得爱不时便便，用温柔甲敬畏的心来分数，来甲因讲，这是巨大的福气啊！这是咱真好，这基督徒大大的福气啊！就是讲有一天，人会因为你的好会行罪，来甲你问讲，这位朋友，你所信的迄位神是啥物特别？会特别到，予你这个人的性命的款式，予我看咧做形象的。哇哦，各位兄弟，这就是你性命的福气，
这卡是真实的团福音啦。其他的各位兄弟，什么101新贝加，什么幸福小组，什么领人归主，什么直销拉人来教会，各位兄弟，这拢是虚空，这拢是假。对圣经来的团福音，干那这项，要求咱爱有好的品行，好的行做，好到好这个，好到一个地步，互人来跟你问讲，你五忙的缘由是啥物？各位兄弟，咱是毋是准备好啊？咱是毋是不时便便？咱准备好用温柔、用敬畏的心来甲因讲。不是用思虑，不是用那个三福，不是用那个什么满福宝，不是用那个门徒训练教你的安怎领人归主、抢救灵魂，都不是各样子，是咱的水的品行，好的行做，甲一个温柔敬畏的心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父，阮是满满领受你的福气，稳定伫阮的心中。阮毋忙，阮真心毋忙，阮领受遐尼水遐尼济，稳定伫阮的心中。阮只想要分享互别人。阿爸爸，互阮知影，阮若真实要分享互别人，真正毋是靠一支嘴，真正是用阮的性命来实证。虽然阮无够额。虽然阮也阁是软弱软弱，常常嘛犯错犯罪，啊，毋过我愿意试看卖啊，愿意亲像彼得伊所提醒的，同心三听三体贴，愿意无用歹报歹，愿意无用辱骂报辱骂，愿意学习来祝福，愿意离开歹来行好。当我安尼做的时阵，阿爸爸求你，求你来使用我，享受福气伫我的心中。当有人来问我的时，帮助我不时便便，用温柔甲敬畏的心来回答，帮助我知影啥物叫做真实的传福音。同心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
消息报告。第一点啊，因为疫情慢慢的控制落来，政府调整啊，要解封，所以社会有决议对五月十七日要渐渐开放实地的聚会，甲这个礼拜啊，包括祈祷会、查经班、台语礼拜、华语礼拜。如果你有发烧，还是无舒适，请你伫厝静养就医，卖勉强来教会做礼拜。礼拜中完啊，邀请啊兄弟姊妹完全啊爱戴嘴安。第二点，教会聚会中啊，犹原无提供咖啡来享用啊，所以呢，无服务啊，这个爱餐啊，无要提供吼。第三。啊，儿童主日也要伫六月开始较开学。第四点，各团契伫五月十八啊，由团契会长啊干部来决定啊，要聚会中间啊，依然遵守防疫的规定。第五，遐个姊妹啊要奉献，对五月十七开始就会使奉献。第六点。直播会继续到五月底，这中间你也无方便，还是讲啊未放心的啊，咱依然伫厝来安心来做礼拜啊。以上报告。
恁是满满领受上帝福气稳定的一群人，恁着传福音，毋是靠恁一支嘴，是恁水的生活、水的行做、好的品行。当人来问恁五望的缘由，请着有准备，常常不时便便，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。愿主耶稣基督恩惠，天父上帝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保守，充满安慰，甲恁众人伫底，尤其要甲身体欠安，要甲心无平安的兄弟伫底，要对即时到主个来，阿门。